今天内容大概分前后两段，就是前面我大概用比较快的时间，因为在上次的分享会，就是5月28号那一次，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说，就是资助这个分享会的基金会，就是其实这个办公室的持有人，就是佑生研究基金会，他有打算要推独立游戏相关的竞赛的赞助。那不是自己要办竞赛，是推大家出去参加竞赛。所以这个相关的详细的内容，等一下就是在上半段会大概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下介绍。然后再就是有个 tea break， 那这个时候会请希望大家这个有办法换名片的，还是说想要站起来讲点话的，就是拿麦克风去发言这样。好，然后下半场的话就是今天的主轴就是。Sense of Wonder Night 2011，就是我们上礼拜去，应该是上礼拜去 TGS 的一些看到他们这个议程的内容。好，然后还有，因为刚好跟 Sense of Wonder Night 相关，有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通路，那我们在 TGS 会场遇到，那所以也是稍微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在那边一并提起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次分享会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有去开始收集一些相关比赛的资料，然后开始针对不同的比赛有做一些赞助的办法。那总而言之，基本上就是希望国内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不管你是做任何游戏，你就算是做 Flash 也好，你做网页也好，你是做手机或者做 PC 也好，其实有很多这些国外的竞赛的这些可以公开亮相的场合，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鼓励这些。我们这个独立开发者去参与，那这边大概稍微罗列一下目前比较知名的几项。第一个是想跟大家介绍，就是现在全世界算全球最大的一个有正式奖项的比赛啊，就是 Independent Game Festival。那它在每一年都是在跟这个 GDC 合办啊，就是在那个旧金山会办的 GDC， 每一年大概2、3月那一阵子会办啊。然后它在前一年的10月底到11月初就会截止收件。这个最大宗的比赛，它的规模大概是每一年大概都是300，最近几年啊，大概都是300件左右的那个参赛者。然后有人估计今年大概会变400件。然后它有个 China 分会，就是 IGF China 是跟 GDC China 合办的，在上海，那是今年11月要举行，那个规模就稍微小一些。那竞争的难度也稍微低一些。那其实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自己有一组学生去 IGF China 比赛有得奖的，就是在云科大的学生，去年2010年年底的这个，他们是把他们的毕业作品拿去比赛，就入选就有得奖。然后再来是Indie Game Challenge， 这个是稍微比较新一点的，刚那个 IGF 大概已经办了十几届了。Indie Game Challenge 这个大概是最近几年才有 GameStop， 就是一个蛮有名的国际游戏的通路商 GameStop， 然后跟2间学院发起，就是2个美国的算是游戏或是艺术互动相关的学校发起的一个比赛。可是这个比赛参赛者。比较多都是那种已经比较知名的独立游戏，然后他们的奖中奖金也比较高，他们首奖就是10万美金，然后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对，然后他们有跟一个叫 DICE Summit， 也是跟互动还有娱乐有关的一个高峰会合办在拉斯维加斯。他们举办时间也是在2月左右，也是在2、3月，然后所以他们的截止时间也差不多也是前一年10月左右就截止。然后再来是 Indiecade 是最近大概这6年，就是2005年起，等于算是由欧美的那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组织，他们自己发起的，就是没有跟任何现存的游戏峰会绑定的，他们就是自己是一个组织，然后他们自己举办竞赛啊，类型其实比较多样化，他们的总共的奖项有大概上之前数据大概20几种吧。可是他们的奖项是没有奖金的，然后会在每一年的大概10月份左右举办。那我们是有打算，就是除了去 TGS Sense of Wonder Night 以外，我们今年也会去 Indiecade 看一看 Indiecade 他们的活动的形式内容，还有他们的竞赛的
一些结果或是作品。然后基本上他们的入场费跟前面两者比起来，这个算是相对很低的。这个比较像是一般形式的电玩展，只是说里面主要都是展的独立游戏，然后有一个附属的竞赛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有点跟日本的同人聚会性质有点像。那他们原本是 Penny Arcade 的漫画作者在2004年发起的，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年哦都非常就是成长幅度非常惊人。然后到现在应该已经是全美最大的，就是人数参加最多的一个算是游戏盛会。然后他们去年起开始变成半年展，所以就是有一个 PAX East， 然后有一个 PAX Prime， 就是一年半两场。但是他们的年度就是游戏的算是选拔活动 ，Indie Game 的选拔活动，他们除了 Indie Game 以外，也有商业游戏的，很多商业游戏因为能见度高，他们也是去那边参展。但是主要他们还是有一个叫 PAX 10的 Indie Game 选拔活动，然后因为他们是要跟着大概八月底这段时间的 PAX Prime， 所以他们的投稿截止时间估计是在上半年。因为这个竞赛在我们之前调查资料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仔细查到他说他到底怎么投稿，或是说截止时间在哪里，所以我们这对他的资料目前收集还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刚好现在他们活动也办完了，所以一些资料就暂时看不到。那可能要等明年时间近了之后再稍微去注意一下。再来是 Dreamville Play， 这个是微软的展，那他们主要是想要推广 XNA Framework， 然后还有 XBLIG， 就是 XBLA 的 Indie 版本。然后他们在2007年开始第一次举办，然后大概截止时间跟举办时间都是在上半年。对，那这个东西在台湾的话，我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推荐大家去考虑，因为毕竟 XBLIG 在台湾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你游戏做出来之后，也许你有办法得奖，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没有正式 XBLIG 上架管道的地方，对，你如果你要挑战的话，你可能变成你要直接挑战 XBLA， 那个门槛是相对跳一个很大一级。对，那除此之外，接下来我们会讲两个比较跟竞赛本身没有关系，但是它也是一个选拔然后发表的一个活动。这个 Experimental Gameplay Workshop 是在 GEC 里面每一年都会办的一个很重要的 session， 他们就是想要去找出一些实验性的游戏方式，然后甚至说是一些完全没有见过的 device 应用或者是一些概念的应用。目前查到的资料应该是 Jump Blow 在2002年发起的，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他的 blog 上很少有关于他详细的历史说明。啊，可是曾经参与这个论坛发表而后来知名的游戏其实不少，像快魂，然后 Flow， 还有 Portal 的前身，对 ，Portal 的前身叫那个 Nabacular Drop， 好 ，Portal 的前身，然后还有 World of Good 的前身，都参与过这个 workshop。好，那再来就是要比较介绍，就是今天下半场会介绍的重点。Sense of Wonder Night 它的概念也是从看到了就是 GDC 以往这些 experimental gameplay workshop 的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觉得说，这样确实可以促成一些新奇的游戏玩法，或者是说一些没有看过的游戏玩法出现。所以在日本，在2008年也开始举办。那像2008年的时候 ，PS3 下载平台上 ，PSN 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游戏叫做《垃圾桶》。垃圾桶就是2008年第一届的《Sense of Wonder Night》的发表作品之一。好，那前面这些就是大概是做一些竞赛的 overview。那如果大家对竞赛的一些细节还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讨论一下，或者是说可以去网络上稍微查一查。他们的大部分会比较让他困扰的地方，应该是他们比赛的办法。有时候在什么你如果 submit 啊，要填什么资料，那边有很多 critical 的东西要看。那这我们大概之前做一些设备。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就是可以来跟我们接洽。就是讨论一下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这些比赛里面，目前大概除了就是 PAX， 还有因为 PAX 我们的资料还没有收集完，那大概就是 Dreamville Play， 这个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推动的东西。那其他的像 IndieCade， 然后 Indie Game Challenge， 还有 Independence Game Festival 的，就是美国版跟 China 版，那我们基金会都有就是现在已经有列出一套完整的赞助办法，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学生参赛的话，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是学生身份的，好像应该不会有。OK， 好，非常可惜。那如果
不是学生没关系，就是其实不是学生才是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因为在这个方面啊，因为学生参赛大部分在这些比赛里面都有免费的，就是免费投稿的资格，像Independence Game Festival 投稿就要99块美金，然后70几还是90几啊，然后Indie Game Challenge 也是一样，投稿就要99块美金，就是大概都要花你几千块台币的这样子的规模。哦，那大概只有 Indie K 的是好像也是要，但是比较便宜一点，它跟你投稿的时间有关系。我就是想说，我们至少能做到的就是，如果你们有作品想要投稿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你付投稿费用。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你作品有入选的话，那你就需要去实际参展嘛，你人要在现场亮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赞助实际的旅费。那像旅费的话，我们现在是包括说，像最便宜的是 IGF China， 因为那边时程比较短，然后入队比较近。那去 IGF China 入选这样子一趟的赞助，大概就是50000块台币。然后如果是像 Indie K 的或者是IGF 的话，大概就是10几万不等。大概我们抓过的范围就是说，大概可以两个人去，然后你可能至少机票跟住宿费用可以不用自己负担的那个额度。对，然后如果说真的你的作品不只是入选，甚至还有得奖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额外的再拨，就是算是奖助的款项给你们，就是说给各位开发者。那其实我们自己是很想，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去鼓励台湾的一些独立开发者。可能过去有些问题是说，我就要去投稿这些比赛，那就算真的入选了，大家也没有办法真的说我要过去一趟这样，因为入选了你过去一趟的这个旅费可能就是好几万台币，甚至会接近10万。那你在那边拿到了奖金，如果你不是拿到最大奖的话，那个基本上你拿到奖金根本也 cover 不回来。那其实没有，除了Indie Game Challenge 它会让你补助一个人大概1000美金左右的旅费之外，其他的都是要你自己想办法到现场。那你自己想办法到现场，他们就是提供你比如说免费的入场证。哦，那这入场证部分大概就比较没有问题，基本上入选的话就有入场证可以去了，但是你的旅程还有你的住宿这边，那可能就是要自己负担。那我们就想要帮忙大家这一段的部分。好，那稍微提一下，就是目前大概只有一个大陆人寄信给我，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对，现在只有一个大陆人寄信给我。那如果各位就是参与者，如果身边有朋友刚好也是想要去国外参加比赛，或者自己有在做 indie game， 还是说朋友在做 indie game 的话，可以尽量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大家。对，然后就是看有没有人愿意去，比如说去 IGF China 或者是说去 indie game 的这样子，去参与他们的盛会，然后把你的作品，因为重点是你的作品拿去这些地方亮相，不只是拿一个名声而已，重点是你去那边亮相，你可以获得人家实际了解你游戏的机会，当面了解，而不是说，他们可能要想办法在网络上找到你的网页，然后才能下载你的游戏之类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参与管道。那当然，如果你拿到一个相关的比赛的认证，就算只是入选而已，很多人游戏上面也是挂一堆 finalist 的，其实也是对他们的游戏有一个加分认证的效果。对，那就是希望第二个要寄信给我的不是还是大陆人，那会有点糟糕。对，因为我也只回答说，抱歉，这个赞助方案目前只针对台湾开发者使用。好，那刚刚大概用了15分钟，那接下来我大概会用剩下的时间先放一些Sense of Wonder Night 的一些可能我觉得比较没有需要跟大家重复讲述的作品。对，但是就是还是会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游戏影片这样子。那大部分是在我们的 blog post 上已经贴过，但是也许有些没有看到。好，那这一支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现场，就是他们 Sense of Wonder Night 现场就是发这个给大家当的代替开手。就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很赞的话，你就这样，好，然后就很吵，所以等一下放了一些影片，就是下半段放了一些影片可能会有点吵，然后会一直手震，因为我们是一面拍的时候一面在摇那个，所以会对有点画面有点凌乱，不过基本还是可以看的。对，好，那这个是《Sense of One Night》的他们的基本概念的简介，就是他们
认为 Sense of Wonder 的意思就是说，观众或是玩家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简短的互动过程，突然间觉得说，哎，好像他们的世界里真的有些东西没有被发现过，或者说他们马上对某些东西的互动方式改观，哦，就是他们把这个定义为 Sense of Wonder。那因为那个活动都办在晚上，所以叫做 Sense of Wonder Night。好，然后这个是最后他们所有的开发者的合照，这个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给大家看。好，我们先看一些实际游戏的影片。好，那接下来这边第一款游戏，这个应该如果上次有来分享会的人应该看过，那应该这次有蛮多人是新面孔啊，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放一下这个上次我们有实际 demo 的影片，上次实际 demo 游戏。那这款游戏是在那个今年的 Experimental Gameplay Workshop 已经展过了，作者是 Jason Rohrer， 可是他本人没有到 Sense of Wonder Night 现场去 demo， 对，然后是由另外两位朋友去 demo 的。来看看，现在是一层一层爬回来。对啊，听说这边有一位仁兄是已经爬到六十层了。咖啡是已经破百层了吗？好像我接近百，我不太记得。对，那 Jason Rohrer 最近他已经在做他的新作品了。那这个是他就是去年的比较知名的作品。好，然后接下来是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现场录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网络上那个影片。First of all,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要实际解释一下，就是它的玩法是你的那个平板电脑上面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然后每一个方块可以去点，点了之后它会消掉，然后点了消掉之后，那个方块本身它还有一条对角线，有可能是左上右下，有可能是右上左下，然后那条线延伸出去的方块也会消掉，然后如果说你的某一个方块它刚好四周是被其他人的对角线围起来让它出不去的话，它自己那条对角线会转个方向然后复活，然后目标是让在时限内把所有的方块消掉，然后连锁越多的话分数越高。 Round exploration block puzzle. Now in the center you can see a video and this is running a video on the iPad at the 1/4 speed. User block を設計していきます。作者是一位的 Sega 社的社员，然后他想要呈现的游戏内容是你在里面消除这些方块拼分数高低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出不同的音效跟音乐节奏，所以你每次游玩的过程就会是一个特别的音乐节奏。可能直接看他游玩的过程好了。对啊，这边有讲到自律演奏，就是你一面玩，它就一面产生音乐。还有，但是效果好不好就看见仁见智啊。
然后评审给他意见是，评审说他没有看过手指动那么快的人。因为刚开始盖的你也看不到，因为是全部是盖的。你盖成功的话，你可以拿那种卡，就是背起来。对，那就是可能大家看完之后也是看不懂他玩什么，对，可是台下的人还是给予热烈的掌声。OK，Anyway，就是这从这个作品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次《Sensor Wonder Night》的实际展出作品里面，大部分其实都是用，因为都是一个人做嘛，所以大部分美术跟音乐的部分，其实他们有想办法，就是用比如说程式产生。就是一些 procedural 的方式去生成的一些音乐要素跟视觉要素。那这一款是稍微做的让人家看不懂的，等到后面有比较容易懂的。然后这一款是一组这个 DigiPen 的学生啊 ，DigiPen 的学生的作品。然后他们的玩法是用 Connect。控制画面上的两个圆球，对，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感觉，其实有点像那个 That Game Company， 就是 Genova Chain 做的 Flower， 有点像那个感觉。对，他也是在讲求，就是你融入他的游戏世界里面，然后你的不同动作，它会产生不同的这个视觉变化跟音乐音效的变化。那这款游戏也就是比较像外国人常会用一个名字叫 Zen-like， 就是有禅意的游戏。Zen 就是 Zen 啊 ，Zen-like。OK， 然后接下来这个也蛮特别的。哎，这个不要误会，它不是什么研究所，这个是一个同人团体，日本的同人团体，他们也有游戏在 PSN 上。发售，然后这个是他们这一次在 TGS 展出的。这款游戏是你的角色是一个森林里面的神，然后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你的生物爆掉，然后爆掉之后生物会变养分，养分可以去养，就是。有动物的养分跟植物的养分，然后不同的动植物吸收到不同的养分，它长的那个方向就会不一样，然后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敌人出现。你要想办法让你的 force， 就是你的森林是可以去抵抗这些生物或者是机械。你像勇者联盟三号，单体面板。对，这是他们的那个进化图。后面比较有趣的片段。然后那个看起来像大楼的那个机器人，应该是一种隐喻吧，就是人会进来开垦你的森林，然后就会有可怕的大楼，然后你要想办法把他们都打爆。那不过这个游戏的重点是在于你的生物自己会互相吃，就是动物会吃植物，所以你要想办法维持生态平衡。
然后这只应该是 boss。所以他们是一个这个食物链生态的这个简单的模拟游戏，然后再来这一款应该有一些人有看过的，用 Unreal 做的，叫 Cube。这款他们其实做了很久啊，已经在不同地方的得过一些入选或者是实际得奖了。那实际上是起航会在明年初吧。然后现在在网络上能抓到的 demo 是比较旧版的，就是关卡数其实还很少。那他们的 demo 其实后来有很多新关卡出来。它的游戏方式就是有画面里面有三种颜色的方块，它绿色那一种是不能操作，但是红蓝黄三种是可以操作的。然后就是你的手套有一只是可以把方块伸出来，然后有另外一只手是可以把方块压回去。对，然后黄色方块的话是它一次都是三组，然后你按的那一个方块它会是三组，就是这一组里面伸出来最长的，然后其他两个会次之这样。然后蓝色方块是你可以把它压下去，然后你走过去它会弹起来，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解谜。好，那我这边刚刚 demo 这个游戏，我大部分我这台电脑都有实际可以玩的内容，那如果等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实际来玩一玩。对，那这个是前面五款，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简单带过的。那后面有几个，就是在这次《Sense of Wonderland》比较受人重视，或者比较受观众吸引的，比较吸引到观众的这些作品，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第一款，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有梗。好，那到底在玩什么呢？要大声一点。他说这个画面，这个游戏里面完全没有画面，非常的暗。这是他唯一有画面的时候，就是 menu。里面游戏越来越玩到越后面，好像会有一些比较可怕的东西出现。然后他这边列了很多所谓库拉库拉系列的 idea， 好，那可以实际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库拉库拉 icon。我们实际来体会一下。有体感，他那个是免费游戏，如果你们要抓的话，现在就可以抓了。好，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比较科普的 demo。
他们真的穿成这样去，没错。前面看不到这些空的姑娘，哇！我布拉布拉西斯的，什么什么呢？对吧？那。So we can think of various other deployment, like applying from this graphical system. So please close your eyes now. Just like imagine and listen carefully. 他们的泡泡就这样做。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幻影？我要再看一次。幻影？没有幻影。有没有看到？没有。幻夜，他的泡泡就长。再仔细看一次哦，有幻夜有没有？好像。哎、欸，这是什么游戏？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其实录到最大声的是我自己的笑声。他这边在 demo 库拉库拉 FPS。库拉库拉鬼屋。哦，中一场，中一场。基本上至少这个东西在会场展出就非常有噱头。然后面他有讲到说他以后会想要用那个有附脑波侦测器的耳机来制作游戏，然后不过没有 demo 我们就跳过。好，然后再来这个也很，我觉得很屌。这个要 reflow。也是 iOS 的游戏，这款游戏就是，画面的起点会有一些不同颜色的那个，等于说是 emitter， 就是会发出这些点的一些起点。那你要把它就是把这些点引导到对应的那个半圆形里面。然后它在会场有demo一些非常非常炫的示范，比如像这个，它就是要想办法让绿色的点先经过一个蓝色的网子，再进到蓝色的那个半圆形里面。然后你实际破关的方式就可以拍起来，然后 share 到 social network 上面。
共有一些的线。然后后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demo， 好像就看他表演了。We can also double tap to freeze the screen. And now we can tilt the device to control the gravity.哦、大家有看懂他怎么弄的吗？他是先画在一张纸上面，把他要的地形画出来，然后再把它反白。然后他也可以用前投影机，前摄影机拍现场的观众。然后这个是刚讲者其中一个人穿的衣服。这个作品就在现场获得还蛮多评审的，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是 device 的比较新的应用，他把 AR 的概念，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影像处理之后，想不到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游戏性出来。然后接下来这一款是一款已经在 XBLA 上市的游戏。就是你要想办法用 Connect 让你的人物可以去帮小这些要过关的小人搭桥，或者是说移开障碍物之类的。这款是刚好差不多在那个 TGS 前上市的，然后他现场也有 demo 一些他开发过程的一些画面。他们最早的开发状况是这样，就是有个起点，然后一个终点，然后想办法先把人画出来，然后两个人，
And without adjustment of the filtering of the motion, so the movement is not that And then from here, we have made adjustment and correction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players, as well as to expand the play, as well as we have introduced the spinning. So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devil feelings, which is prevent from leaving the people around the football. 然后后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玩法，譬如像这边，这个是两个人同时玩，然后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会跟对方交换，所以你看其中一个人手变蓝色，另外一个手变绿色。然后接下来这款。接下来这款是在Steam 上已经卖一阵子的，叫Euphoria。对啊，这款是一个算是 RTS 游戏，但是它的设定有点像是生物体，但是又有点像是银河行星那种感觉，就是同时有它叫。同时有 macro 的 scope， 同时也有 micro 的 scope。其实这些游戏在 iOS 或是 Android 上应该有蛮多那种，就是算是简化版的 RTS 吧，就是有好几个星球，然后你要派多少只飞机去攻占它，然后你的飞机就是你攻占越多星球，你的总数就增加越快之类的那种概念。那它这个是把它再增加一些变化这样子，所以你在星球上面也可以建造一些建筑物，就是长得像树的那些东西。对，那这款今年在 TGS 就是因为它要登上 PSN， 所以它有在Sony的摊位有展出，然后。就是现在，现在应该 PSN 可能还没有出吧，但是至少在 Steam 上已经出了，对，估计应该是最近就会出 PSN 版本。然后，因为他现场有稍微 demo， 就是说他们如何呈现他们的就是美术上面的表现，所以我这边也是放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どのような形でもって生命の新しい形態というものを作り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を学んでいきます。对啊，它的建筑物在盖的时候就会像花一样这样从星球表面长出来。然后如果有些建筑物是就是生产像那种像战机的小东西，然后它就会一开始会停在那些树枝上面。そして既存のある木などをもっと強くするために花を植えたりします。然后建筑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有些是生产，有些是可以是算是像炮塔或者是说防御性的设施。然后每一个行星有不同的属性，就是它那个表格上面画的有不同的属性。那你从那个行星生产出来的那些小单位，就是属性会不一样。好，这是大战的时候画面。
等他们所有的所有就是整个游戏里面所有的你看到的任何东西，不管是线、颜色、贴图，全部都是用这九张 texture 去产生的。啊，都除了 UI， 除了 UI 跟字体啊，除了 UI 跟字体以外，都是用这个去产生的。那我想，那这个当然也是就是很多开发者会采取的方式，因为美术成本相对是颇高。那我觉得美术成本相对很高，所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哎，他什么东西会用在什么地方，像直线就会画数字，然后晕开的部分是再叠一层上去。那说基本上游戏那个它整个设计感来源就是从日本的绘画还有中国绘画的概念来的。他们就是说，你不同的属性的星球产生出来的小兵，那个外观颜色就会不一样。那他这个游戏看起来很优美很优雅，但是其实他是在探讨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就是基本上在宇宙中产生两个不同的种族，然后就是会互相残杀。那这游戏玩起来其实是很血腥的。对，所以对，这个是他们说他们想问的问题，但是他们说他没有答案嘛，啊，总之游戏会卖就好了。对吧？这款是相当久的一款作品，可能我记得应该是比 Cube 还要久吧。好，然后再来就是算是整个 Sensor One 的压轴。虽然说可能你们第一眼看画面觉得它不是压轴，但是它确实是整个 Sensor One 的压轴。这只是一个 Flash 小游戏而已。他这些都是可操纵的角色，哦，就是你把一个角色的架构画完之后，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用键盘操纵。那这个作品的作者之前是做那个 Fantastic Contraptions， 就是可能会有点类似奇妙大百科那种类型游戏。然后之前那个 Fresh Game 在大概2005-2006年那一阵子的时候也是很红的。那这款游戏它是在不断的旅行中，它在好像2008年以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四处旅行，然后就是把它的 prototype 给别人看。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哪来的钱去旅行的，但是就是非常的厉害。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他做游戏的一些心路历程。完全没有鼓励。你是要先想到哪里来的钱？他就是在这样子不断在世界各处旅行的时候，去认识不同世界各处的独立开发者，然后就是跟大家 hang out 啊，聊一聊天，然后到处玩。对，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做游戏，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敬佩，也非常令人羡慕。そうしてまたいろんな開発者と会おうと思って今までは10カ国に住んだことがあるわけですが、素晴らしい方が何人もとお会いしております。那这个是他在过去两年中，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断去尝试的一些 prototype。 そして今まで2年間の間にいろんなプロトタイプというのを作り出したわけです。どれもすごいいいアイデアだと思って、そしてこれが素晴らしい成果を生むだろう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終わったりしたものはまだ何も出てないです。然后他说后来是不知道在哪，我没有听清楚在哪一个国家，他就是好像在比较算是比较野生，然后看到比较多生物的地方，然后就等于说从生物的表现上获得了一些灵感，他就决定这次游戏他不要像上次一样做那个 contraption， 就是机械，他只是要做生物。啊，那其实他做之前的那个机械跟生物中间这个唯一的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在于机械就是它的 parts 可能是一些钢体，然后有齿轮可以转的东西，有转轴这些东西。那大家刚刚现在看到了，它在生命的这个表现上面，它就是把骨架上面加上一条肌肉。所以那条粉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连接两个不同骨架的肌肉，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再配合使用者的键盘操作，就可以去操作你的整个物体。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个是比较酷的。他基本上也是就是一直爬，然后让他爬到黄色的坝就出去了，就是就破关了这样子。好，我们直接看比较厉害的 demo。然后这边是有一段是岩浆，然后他在岩浆的时候，就是身体本身跟头的部分不能碰到岩浆，要不然他就会就是会烧掉。那他要怎么避免掉身体被岩浆碰到？我靠！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根本不想破关的话，你就随便拉一个生物出来，就自己跳舞也很爽。好，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
就是他要想办法用他的尾巴勾到一颗绿色的点，然后再过关。但是他现在他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这样要怎么往上爬呢？那这个、以上就是在《Sensor Wonderland》的，我特别把我觉得比较赞的五款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实际现场的 demo 的状况，还有他们的游戏介绍的一些东西。对，那他就是这位开发者，他就说他就是到处在旅行的时候，就是直接把电脑搬给一些当地的，就直接说，哎，请你 playtest 一下，请你 playtest 一下。那用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收集前期的 user feedback。所以他刚讲的是说，你做出来的生物，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生物寄给朋友。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做的生物长相都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它。那其实可以去玩一玩看，说，哎，可能大家自己互相做的生物有没有很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大概用最后20分钟的时间，好，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去看的，除了《Sensor Wonderland》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跟《Sensor Wonderland》有关的一个平台，也不是直接有关啊，只是说他们的游戏类型是类似的，一个叫 Playzen 的摊位。对，那他们当天是在就是PC 就是 TGS 的 PC 区展出。那当然 TGS 里面 PC 区其实是很冷清的啦。对，那但是他们在那边展出的一个用意是说，就是希望把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平台很特别，等一下我会稍微在就是跟其他的平台一起做一个整合比较详细的介绍。对，那当天这个摊位里面也有一个很不错的作品，我稍微再放一段小影片给大家看。那这个作品本来也有投，我有跟他的开发者聊天到，那就这个作品本来也有投 SOWN， 但是他们超过下就是超过期限，所以没有办法获选。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游戏也非常特别。它是一个就是现场，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密室解谜的小游戏。那美术风格是算是非常它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当然谜题很难啊，谜题真的是很难。它谜题不多，可是每一个都会卡你很久。这个游戏其实剧情没有结束，它第一段只是要让主角让那个整个房间的他就是他爷爷的房子的电力恢复而已。那为什么一开始那个电力会断，就是会断电？那剧情没有交代，他只有说他爷爷在最后这个通电了之后，爷爷突然就跑回来了。这个游戏的美术的重点是在于这边，这就是游戏本体。就是他们是，因为他做的是一个 Flash 游戏，那他想要表现的内容是，就是那个精致感要出来，可是他们又没有足够，他只有两个人做，就是应该是一对夫妇，那他们没有能力去做很复杂的 3D 模型，然后还要做贴图什么的，所以他们想到最简便的方式，其实是做一个很简单的纸模型，
然后就用运镜的方式，因为它的游戏本身是比较静态的嘛，就是像传统的 adventure game 这样子，那它就可以用运镜的方式来达到一个算是你可能在你实际用 3D 做的话，可能你要花很久才能做的效果，对吧、啊？那这整个游戏其实就是在这个小场景里面发生，然后里面一些特定的谜题，它才特别画一个 2D 的画面出来给你玩，对、啊。然后他们说，他们这个子模型大概实际开始动工，大概做了两个礼拜，但是当然。游戏的规划其实规划蛮久的，那游戏从头到尾做完大概花了三个月、哦、然后这款游戏现在除了在PlayStation 上面有卖之外，也有在Steam， 在应该是比较早期就已经在 Steam 上下载了。这个现场是PlayStation 的摊位的传单，大家可以稍微传一下。这个摊位他们的本体其实是一个做日本地区 localization 的公司。做 localization 的公司，他们目前在从事的这个 PlayStation 这个平台呢，它的目标是说希望引进国外的 indie game 到日本去，然后他帮这些 indie game 做翻译，因为日本市场跟国外市场目前当然应该说日本海外市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语言不通，那日本自己开发者其实也对这个东西感到很困扰，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圈很完整，那基本上他们应该某种程度上跟所谓的洋 game 是互看不顺眼的。那这个平台他们原本在做，就是因为要做 localization 嘛，那他就把这个东西又衍生到一个叫做 micro funding 的概念，就是微型赞助、微型投资的这个概念，然后整合 localization， 想要把国外的 indie game 引进到日本国内，他也希望日本国内的一些算是不错的同人游戏或者是说独立制作游戏可以被引进到国外，像刚刚那个做森林的神的那一款游戏就是日本同人游戏在这个平台上卖，那他们是有要打算说把它翻译成英文版再推出去在外面，对。那我有跟他们的好几个 staff 聊天、哦、那我有跟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有看到一些其他 microfunding 的例子，好，那这个通路这边大家就跳过了，反正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是希望讲一些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的，哦，就是这几个平台跟其他这几个平台现在都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都是叫 micro funding。那 micro funding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玩家，你看到一个未完成的作品，然后你觉得哎好像还蛮有趣，或是你很喜欢这个作品，你可以去他们的平台上面，就是说跟我就。一次 donate， 比如说十美金、20美金 ，PlayStation， 然后如果游戏有完成的话，那可能开发者那边可能会给你一些回馈，比如说你的名字会出现在他们的 staff 上面啊，还是说你的比如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特别的 CD， 可能是特制版的原声集，还是说甚至收到 T-shirt， 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当然不是在游戏产业先推出的，这个其实是在。其他的需要募集微型资金，然后的一些独立通路先出现的，像最有名的应该是 Kickstarter， 哦 ，Kickstarter。那我们 blog 之前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有关独立游戏的独立电影，然后那一篇，它那个独立电影本身的，就是那个 indie game 的 movie 那个计划，就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推动的，那现在已经。在七月多他们就已经完成他们的募款，然后现在预计是这年底或是明年初会实际把他们制作的影片就是会寄送给所有赞助的人，然后也会影片会上架这样子。因为这个模式在一些特定的独立通路场合已经成型了，所以算是这一两年开始，就是今年跟去年开始才会出现这些平台、哦、那他们在做法就是他们做法上大体上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使用者去赞助你想要赞助的小型的一些计划，但是各家的做法其实有些不太一样，那我稍微一个介绍。那我们其实最开始看到的是 AB Funding 这一个通路，它上面的作品其实老实讲我觉得算是参差不齐，因为它的开发者的这个 Submit Project 的权限是开放的，你只要先注册账号，然后你做好你的一个 trailer， 然后你想办法先讲出一套说辞，说，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好玩？然后，如果你赞助我的话，你赞助哪一集，我会送你什么东西？就你把这个东西先准备好之后，你就可以
直接 push 到上面去。那他们也没有限平台，你没有说一定是 PC 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像他们平台也可以说你是要做 DS 也可以啊，你要做 iPhone， 你要做 Android 都可以。就是这种赞助平台，它基本上不太管你最后游戏会在哪里发布，它只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办法完成自己的计划。那如果你的计划够吸引人的话，理论上应该会有人就是出于善意的给你一点钱这样子。这也算是因为网络小额交易管道流通之后，大家可以用 PayPal 很方便的付那种什么一块美金、五块美金、十块美金，因为这样子之后这些平台才渐渐出现。那它的问题当然就是大家都可以丢，然后没有什么主控单位，所以其实就会变成是上面有可能二三十个 project， 但是也许真正有被 funding 的 project 也许只有三四个，那其他可能都挂零。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对想要投入的参与者或者说想要资助的一些玩家们，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平台上游戏是不是都比较不被人认可，所以赞助额都那么低这样。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这个平台的问题。但是他背后其实是算是自己有在经营通路，像他的站长其实就是 DIY Gamer 那个 Forum 的站长，他是从 Forum 先经营起来，让他的网站跟名声出来之后，他才开始推这样的平台。那上面目前已经有少数几款，就是 funding 已经到他要求标准了，他可能是100美金、1000美金、5000美金之类的，有些已经少数额度比较低的已经到了。那有些额度他可能一开始就开什么20000美金，那就大家不太可能到达那个目标啊，这是比较 free 的啊。那再来就是刚刚PlayZen 的这个平台，那他跟 AB Funding 做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他们先去接洽了国外的已经完成的 project， 已经接洽了国外已经完成的 project， 然后引入到日本，那就是希望先从已经知名的作品里面挑。就是说先引起大家的兴趣，那引起大家的兴趣同时也顺便推出就是 microfunding 的机制。那他们下面主要有两个 microfunding 的标的，其实是为日本地震赈灾的一个义卖活动，然后也有另外两款游戏，不过他们的 funding 在日本就推不太起来，因为日本基本上比较没有欧美的那样 microfunding 的文化，他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运作方式。那其实他们就是想要尽量可以把，等于算是美日的差距中间做一个衔接这样。我有跟他们聊到说，台湾的开发者能不能 send 他们的 project 去平台上面？那他们目前的态度其实还蛮明确，就是说，如果你是已经做完的作品，然后目前是 PC 的，或者是说跨平台，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是跨到 PC 的，基本上就可以跟他们接洽。或者是甚至你现在可能是在做 iPhone 或是 Android 游戏也没关系，你也可以跟他们接洽。他说也许你可能会需要一些 localization 的服务什么之类的，他们也可以提供。然后另外一次他们也有因为他本身是做在日本做 game localization 起家的，所以他们在日本的 publisher 那边有很多门路，所以如果有人有这种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跟他们接洽。我就跟他们说，那台湾的开发者能不能 submit 他们的开发中发掘去你们那边？那他们的回答是，基本上因为现在 microfunding 的这个机制在日本还没有起来，那他们的市场主要目前也是对日本，所以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方面太快速的推动。因为你如果开了10个 project， 然后10个 project 都是只有零，都是资助额度都是零的话，那这样对整个平台的观感也不好。对，所以他们是现在正在尽力推动这一块。那未来网站目前是日文版的，你现在上去注册，你也只能用日文，就是你也只下载得到日文版游戏。但是他们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尾，应该会想办法推出英文版的网站。然后，因为他们的公司里面其实有台湾人，然后我有跟他们的那位台湾朋友有来信，就是交谈一下。那他是说，其实他们也有意去拓展，就是两岸三地的平台，然后可能网站也希望可以。未来有机会可以做中文版，对，那这是他们的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说你手边有一个什么作品，然后有兴趣跟他们接洽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找我，我这边有他们的名片，就是不是他们网站上留的那个整个平台单独的名片，是他们 staff 的名片，比较容易联络到确实的人。好，然后这个就昨天，其实这个是我昨天才看到的，那。
Games Plant 这个平台，它在应该是以欧洲为主，它里面计价的方式大概都是欧元。这个平台我看到的时候其实非常讶异，因为它的 microfunding 的额度，我觉得完全不能称之为 microfunding。你现在看到上面有些什么35.582，那不是35块欧元哦，那是35,000欧元。啊？那是35,000欧元，不是35欧元哦。那个作品是一个就是 Nexus 那个作品是2004年的一款太空模拟游戏，然后有人想要用同一个 theme 去把它重新做出来，用独立游戏的管道跟方式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推了一个叫 Nexus 2。这一个作品，他自己设定的那个 funding 上限是40万欧元，对，40万欧元。那大家可以算一下40万欧元在台湾可以做几款游戏 ？OK。好，那127个，对，那他们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为什么127个 supporter， 然后可以 raise 35,000欧元？这个其实是他这个平台有一些特性在，他强制要求所有 submit project 的人都要提出 reward，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支持者分为五个等级，就是从基本级，然后铜级、银级、黄金级，然后白金级，然后分出来之后。譬如说我可以说，欸，我的白金级的支持者，你可能就要放着我2,000欧元。但是如果游戏成了，然后可以真的推出有 revenue 回来的话，我 share 50% revenue 给你。对，所以它变成是你，譬如说白金级的赞助者，可能最后可能是有五个人，哦，那五个人他可能就是有就是集资嘛，那五个人可能集资了10,000欧元，他到时候就会说，那这五个人就可以分。他50%的 revenue， 这五个人去分他50%的 revenue，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推动。那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去分 revenue， 但是他要求你一定要有基本的 reward， 比如说感谢，就是 staff role 上的感谢，然后比如说你可以送 T 恤，你可以送衣服，送 CD，或者说你本来只能是数位下载，但是你是赞助的话，我就特别送你这个盒装版之类的，等等等。他们的额度基本上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大的有点夸张，他们说平均来讲，他们目前有在使用这个平台的 supporter， 平均下来一个人捐了90欧元，然后是最多人捐的那个额度是25欧元，所以表示也是有很多人捐几百甚至几千欧元，一定有。对，那这个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平台，我觉得。那他们是说，你如果放的没有到，没有，就是你最后目标没有达成，比如你半年要放的10万欧元，你没有达成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金流就完全不会成立，也就是说赞助者不会被扣钱，那你也不会拿到任何钱。对，但是如果成立的话，他们还有做额外的管控，他们说你如果放的之后成功了，他们还要让你对照你原本自己列出来的 milestone 去一步一步完成游戏上线，他要确保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推出来卖。所以他们其实有做了很多硬性跟半硬性的规定，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应该不会是欧洲人真的那么大方啦。我是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平台有一些特别的半硬性或是硬性的规定，所以或多或少让大家的赞助意愿上升。接下来要稍微讲一下 Desura， 那 Desura 是的前身是 MudDB 跟 IndieDB 这两个 site。 那我相信有些人在玩 RTS 或 FPS 的话，应该多少有时候下载模组玩模组，应该会碰到 IndieDB 或是 MudDB 这两个网站。那因为这两个网站行之有年，已经很久了，那他们最后就统合起来做了一个叫 Desura 的平台。那这个平台除了有卖商业大作之外，也有卖很多 Indie 的作品。这个平台基本上也是你只要不用任何审核，就是你去申请一个开发者账号，然后你去说明说，哎，我这次要做的 product 是什么东西，然后平台在哪里，这也是不限平台，你可以什么手机啊 ，iOS， 然后 DS console 都可以 ，Flash 也可以 ，HTML5 做网页游戏也可以。那这个东西，它官方唯一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定期提出 update， 你不能说我上面一个 project， 然后我放了半年不动，那他就把你的 project 砍掉。对，那如果你有定期 update 的话，基本上它就会让你一直存续在上面。那这个平台也是刚好在我们去 TGS 的第一天还第二天，寄了一封信过来说，他们现在开始推一个叫 Alpha Funding 的东西。那 Alpha Funding 跟前面听到的 Micro Funding 概念有一点不一样，它的 Alpha 的意思是说，它让游戏开发者在 Alpha 版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的游戏拿出来卖。
所以就是你直接在啊，就是如果有玩家觉得说，哎，这个游戏很棒的话，我可能就 pre-order Alpha 版的时候就 pre-order， 像那个 Minecraft 的一样，或者是像 Overgrowth 一样，就是在 Alpha 版的时候就 pre-order 这样子。那实际的开发者就已经会或多或少获得一些赞助。当然，你如果早一点买的话，就跟 Minecraft 一样是，他们应该会要求有打折啦，就譬如说你早一点 pre-order， 可能你的打折就是比如 30% off 之类的，像这样子的概念，对吧？那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健康的方式。虽然说我们之前大家都经历过台湾 MMO 崛起的时代，就是大家都 beta 就开始收钱，然后那个大家一直 patch， 大家不断 patch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你游戏根本没做完就先试出，然后到时候再一直 patch？ 对，但是其实这样子的形式反而在特定的领域上，确实是对它的 ecosystem 有点帮助的。那这些 project 或是这些平台大概都是这一两年才起来的。我是觉得说，如果台湾的开发者有兴趣去往国外移动的话，其实这因为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办法，你不可能说我只做 iOS 就一定会成功，就是现在的市场环境已经不允许这种商业模式了。那我觉得大家比较适合比较稳当的方式，还是要把触角伸出去，就是你尽量去找国外已经知名的 forum， 然后国外已经有一些最近在起来做这些东西的平台，那靠这样子的方式先去累积自己的跟国外平台接洽的一些经验。那一方面像我也觉得说，我们自己如果独立开发者的话，要直接可以把自己的游戏推上像 Steam 那种重量级的下载平台，或者像 XBLA 那样子重量级的下载平台，甚至像 PSN、WiiWare 之类的，那个门槛还是存在。那但是现在其实国外就是有一些这样子更小的通路出现，更轻量的通路出现，也许可以在这边先等于算是磨练一下自己的整个，譬如说运作的模式，然后你的游戏可以在这样子慢慢试出的过程中就获得一些 feedback， 改善好了之后，再往像 Steam 或是 XBLA 或是 PSN 之类的地方跳。对，那刚好因为这些平台它也没有限说你一定只能往 console 跳，或者只能往 PC 跳，他们也是有很多 iOS 或 Flash 的游戏在上面 host。对，所以我是觉得蛮鼓励大家，就是说可能可以往这个方面的通路去参考。对，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的那个时候都到这样子，所以剩下一小时就是大家的时间。好，那再列一下我的联络方式。好，谢谢大家。